家今天放假来到我们高雄寿山动物园，而且呢，大家会想说，哎呀，我们到了端午节都想要去看龙舟，可是很多的小朋友会想说，为什么我不能划龙舟？因为你年纪还太小。可是我也好想要参与龙舟大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寿山动物园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准备了我们陆上龙舟大赛，让所有的小朋友呢都可以一起来我们的现场参与。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今天一连串的活动非常的精彩。等一下我们除了有陆上龙舟大赛的走秀比赛表演，需要所有现场的朋友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双手了吗？待会呢我们需要你们的热烈掌声哦。好的，那当然在我们今天活动的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呢要来邀请我们今天现场的长官来先为大家致辞哦。首先也是要先借用大家的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张国宇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掌声欢迎。好，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大家端午节好！好。今天早上哈，这个我们一刚开始就看到，我们很多大朋友非常有精神哈，带着小朋友来做这个我们的创意造型龙舟啊。那今天这个活动哈，我最希望的就是看到这样大朋友跟小朋友啊，这个携手。大家一起来做创意啊，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的创意啊，所以大家呢，我们整个早上已经在游戏各处看到哈，就是每个家庭都有我们的创意啊，代表了我们自己家的龙舟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一个吉祥的象征啊。那同时今天也希望借着这个端午节呢，啊，这个还有吃粽子的习俗，我们也让我们动物园的动物一起啊，希望经过我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手，来带领来跟我们的这个动物园的动物一起过端午节，就是帮他们包粽子哈。那这个也在这两年呢，我们动物园积极在推动一个是叫动物行为的动物化啊。大家都知道，在动物园里，动物怎么常常看到就是好像没事哈，东西吃完了就想躲到一旁休息，对不对？啊，可是呢，野生动物在野外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找东西吃，他们要吃东西没那么简单。所以现在动物园都会有一些做法，就是让动物的生活要变得更丰富、更多彩啊。所以呢，我们用各种的方法，让动物呢能够尝试到各种行为，不管是吃东西取食的方法啊，或是呢能够吃到食物的种类。今天呢，也把我们这样子的动物行为动物化的概念，跟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啊端午节的这个民俗节气呢，做了一个结合哈。所以呢，待会大家还可以来做亲身体验，包水果粽子。我们的动物哈，那水果中的话，灵长类动物和熊是最爱吃的了，所以待会呢包完之后呢，我们还会请保育员亲手喂给他们，大家可以来观察，我包的粽子让动物吃起来，怎么样？动物是不是很幸福的表情啊？请大家哈，这个动物和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啊！那么我们也我也在这边祝贺，待会呢我们的这个走秀呢圆满成功哈。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很积极哈。所以呢，待会评审要伤脑筋一下。不过我们的评审哦，来自各界哦，非常公正公开哦，所以呢就待会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期待哈、下面精彩的这个节目哈。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张主任。好的，哇，那当然，我们今天重头戏就是大家期待的我们今天动物比赛、动物创意走秀哦。那当然，我们今天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就跟我们现场的参赛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评审是大家呢一定会想说赶快到他面前呢秀一下，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所有的参赛者们呢，请准备好哦，准备好要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现场呢，要进行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精彩的走秀哦。那当然我们的首先也是要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自各界的评审，也是请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哦。首先呢非常欢迎的是我们的庄寻志鼓掌，庄鼓掌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飞碟电台黄玉婷黄经理来到活动现场，哇！那当然最后呢，哇，我们今天高雄市观光协会的副总干事沈元沈副总干事也都来到活动现场，是的，我们今天三位评审公平公正来到活动现场，为所有的小朋友加油！也先邀请现场所有的朋友掌声欢迎我们今天个人组的一号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掌声欢迎一号来到现场。哇，他真的呢非常的应景哦，龙舟大赛，我想他就是龙舟，对不对？哇，上面呢还有写字，应该是他的名字，要让我们评审呢可以留下声音。
帮忙。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二号来到现场。二号，那当然我们待会的参赛者也请大家呢沿着红地毯走到最前方。好的，弟弟，我们往前方移动哦，走红地毯，你要走过来了，哇，好可爱，走红地毯，掌声给他鼓一下。转身的时候呢，赶快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因为
呢，宝宝好像也是呢，短短时间记住了。我们今天哇，应该是鳄鱼对不对？好可爱哦，是鳄鱼耶！哇，人类也好可爱哦。大哥，他就走掉了，本来要跟他在中间一下，对不对？好的，接下来呢是十号来到活动现场，大朋友也想要参与，所以呢说给大朋友一个热情的掌声。亲手制作的这一整套的衣服，给你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哦，走两段都没有关系。哇，好的，太优秀了！大家呢都把它以一个划龙舟的方式来呈现哦。好的，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十一号来到活动现场。十一号，哎呦，弟弟呢，今天是以花蝴蝶的身份出现了，然后。哦，中间呢，哎，我们的脖子前方带了一个花蝴蝶。好的，弟弟下剩下楼梯小心哦。来，我们的哎，就往爸爸弟弟那边走去了，是不是？弟弟，我们走红地毯啦，哈，走红地毯。哎呦，很可爱的。好的，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呢也是由工作人员来叫我们今天的参赛者。今天每一个小朋友跟大朋友都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好，来一个热情的掌声。哇，那接下来呢另外要邀请到的呢待会就是我们的十二号非常火红的我们的老虎也来到活动现场，掌声欢迎。哇，你是瑞莎帕克耶，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哦，大家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这是有角色的哦，这个有用心准备哦，好不好？还想说哎，划龙舟，我是虎舟对不对？哇，今天的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用心啊。好的，哇，这个虎头也是大家呢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哦。好了，接下来呢是十三号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十三号掌声欢迎，他的装备非常的多，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请往前来到我们的红地毯区。好的，哇，弟弟，等一下呢，在我们镜头前记得一个非常帅气的 pose 哦。哎，他来到你的身旁，是不是给他一个热情的掌声呢？哇，好可爱哦。好的，哇，弟弟来到现场，还有一个转身的一个回眸一笑，哈哈哈，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呢，他就默默的就走旁边了，哎，好可爱哦。好的，现场的朋友。我们刚刚呢是我们的个人组，大家以为这样已经结束了吗？当然没有，因为团体组一定会让大家眼睛更为之明亮，好不好？你们待会已经准备好要来迎接我们的团体组了吗？团体组参赛的朋友需要你们更热情的掌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准备掌声欢迎哦，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团体组的第一组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掌声欢迎第一组。呼呼，我们的一号团体组，他们今天呢创意跟我们的制作技巧都占30%的分数啊，当然主题性跟走秀呢也是占了20%，所以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心中呢帮他们偷偷的评分。这两位非常可爱的小兄弟呢，哇，为了这一次的比赛哦，把哥哥带着弟弟来到现场。好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场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活动啊。好，弟弟，我们这边往这边移动咯。好的，来，接下来呢，哇，第二组团体组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掌声欢迎，因为这一组呢一定要热情掌声啦，妈妈爸爸带着家里面的小朋友一起参与啊。哦，妈妈呢代表龙头，龙头前面还有再背一个，大家是不是要给他一个热情掌声一下？太用心了，好可爱哦。好的，哇，我们小心下台。 OK， 在我们评审面前还走了一圈对不对？想说赶快看这边，我们今天是全家出动哦，为了我们今天寿山动物园的陆上龙舟大赛哦，是的，非常的用心哦。好，那当然是的，现场的朋友，他们今天主题性的分数可能会很高哦，那呢直接制作了一条龙舟啊，对不对？ OK， 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团体组的第二组，
福，他带走。妈妈真的哈，前面背一个很辛苦啊，真的太用心了哈。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另外呢要准备邀请的是我们团体组的三号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三号。哦，台湾哇，特别有提到我们今天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哇，大家注意到他们的脚是会动的呢，他们的那四肢，我们的特别技术的呢，我们的船脚是会动的哎，大家有注意到吗？好可爱哦。好的，他们的装扮也是非常的用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只有道具而已，他们连人自己本身都装扮了一下，热情掌声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团体组四号，团体组的四号，掌声欢迎四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哇，我们今天呢也是哦，四号的团体组呢非常的用心来到现场，大家想只要两个人以上就是团体组，所以今天也是大朋友带领着小朋友，他们在跟你们挥手，我们也跟他们挥挥手，拍拍手，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是的，哇，这个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了哦。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号，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六号也来到现场，掌声准备欢迎六号团体组的六号来到现场。六号朋友，哇，熊熊好可爱哦，熊熊啊，记得在镜头前方给我们一个 pose 哦，好不好？好的，哇，今天六号呢想说我今天装扮是熊，我的主题一定要拿得很高峰。是的，我们团体组的六号。好，那接下来呢邀请的是七号来到现场，团体组的七号，哇，真的是全家人哦，大家今天团体组都是希望可以呢跟着我们今天，无论是哥哥妹妹或者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大家一起来，对不对？好的，掌声谢谢他们。好，哇，我们接下来呢除了刚刚非常精彩的走秀完之后，大家呢以为这样结束了吗？当然还没，所有的参赛者主持人在这边邀请大家赶快继续着装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我们要进行大合照。好的，大家准备好的同时请大家先看一下前方的镜头。好的，我们呢倒数三秒钟，请大家给我你们的大拇指，就是一个赞，好不好？我们一起倒数时间，三二一，看前方给一个赞。是的，我们来到了高雄寿山动物园，今天一年一度的粽子节，就是我们的陆上龙舟大赛，动物园非常的开心，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今天非常的精彩，在寿山动物园这边有好多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龙舟共济陆上龙舟大赛的一个活动，那大家表现的都非常的卖力，尤其是像最夯的电影少年拍都来到了寿山动物园的现场，那我们三位评审呢真的就是评得非常的伤脑筋，那待会呢就期待看谁能够胜出。也不会影响，我们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的，是是是。这是我们动物园第一次举办这种陆上龙舟这种创意比赛，其实今天很感动，就看到很多大小朋友都用这种非常具有创意的服装来到我们动物园了，像刚刚那个有看到少年拍，而且还有看到海贼王的千阳号，然后还有那个很多很可爱像鳄鱼啊，还有可能老虎的造型，还有甚至还有我们今年的主题黑熊，所以我们刚刚三位评审也是就这个评分非常的困扰，对，那不过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要，毕竟比赛还是会有个名次的啊，就是很期待等一下我们第一名的产生啊，谢谢。跟我们的评审还握了手，果然好像还是蛮厉害的哦。好的，还有他的装备哦。好 ，OK， 好的，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想说 Number One 第一名会是谁？我们如果公布了第一名，请大家给我们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第一名我们要恭喜的是五号，那有没有在现场？五号。掌声恭喜，哇，是我们的虎舟五号，真的是啊，实至名归哟、哦。
哇，我们来到我们的现场，将他的作品也是直接来到我们今天的舞台上方。那么当然我们呢现场非常恭喜这三位参赛者的同时，来邀请我们的张牛与张主任来现场为我们颁奖，好不好？好的，掌声先恭喜这三位朋友。首先第三名小鳄鱼，好可爱哦，看一下前方的镜头。好的，还有包括我们的第二名，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六号，哇，非常可爱的小弟弟哦，哇，这两位真的是也非常的用心哎。好的，看一下前方的镜头，耶，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自己可以中奖。接下来呢，第一名准备要颁发的就是给我们今天大家应该有看得出他的用心，对不对？他可能制作三天三夜啊。我们的五号就是我们今天的 number one， 恭喜五号朋友，他的虎州在我们今天的个人组获得冠军，谢谢。那么请我们的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三位我们的优胜者一起来大合照，好不好？掌声恭喜！来，你们都站起来都没有关系，好，好，我们的第一名也站起来。好的，今天我们看前方哦，好的，看前面哦。好，来，我们一起一样的比赞，好不好？给一个赞，拿出你的红包比赞。恭喜这三位，我们的个人组的前三名。好的，谢谢这三位朋友 ，Number One， 对不对？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二号，有没有在现场？二号参赛者，哇，好用心哦！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好的，我们也是请大家呢往前方移动一点点啊。那么当然也是要邀请我们的张主任为我们大家颁奖。好的，哇，今天呢，我们的团体组哦，大家呢都有注意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呢，大家真的是出动了全家大小啊。是的，我们呢，请我们的参赛者，我们的优胜者站前方一点。哇，好用心哦！那当然，大家会想说，哎，我们接下来还有呢，第二阶段非常精彩的活动哦，请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哦。好的，接下来颁发的是我们的第二名，第二名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呢，哇，团体组的第二名。好的，哇，第二名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 number one， 掌声给第一名的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全家大小都出动了，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请也非常的开心，大家呢这么支持我们今天寿山动物园举办的陆上龙舟大赛哦，谢谢大家，也请我们大家呢来到现场大合照一下，好不好？好的，也请大家往前一步哦，我们可以往前方一点没有关系。好的，一样呢，拿出你们今天哇得奖的红包，一起帮我比一个赞，对前方的镜头，好不好？倒数三二一，给镜头一个赞，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谢谢。